上国道三号匝道。你要上错了，你要慢。行驶800公尺后，走国道三号。行驶600公尺。沿着国道三号继续走104公里。所以刚才这辆让我们是万能主角。对啊，我怎么来屏东不是是万能主角？我油漆不是到处都。所以刚才那家有说的吗？正在看你就骂我了，看我看到青菜，我看要可不可以做熟食，所以是我害了你们的事啊。停车场设计超烂的，都斜斜的，然后都撞到了。